台柱元年呢，在台湾社会上是造成非常多的纷乱。不过现在呢，整个联署还在持续进行当中。如果还没去联署的，记得赶快到一些相关的据点，包括的蓝立委啊、议员或者国民党部等等这些地方呢，都还可以联署，到3月26号以前都来得及。不过讲到这个莱猪进口啊，现在可以看到有去市场买菜啊，或者是哪里买猪肉地方的人都会知道，现在的价格一直不断的在上涨当中，甚至跟去年同期相比，这个上涨幅度甚至高达了大约有20%这么多。农委会的说法呢，却是因为春节所需要。不过春节哦是2月的事啊，现在才1月，现在才刚刚所谓的刚跨完年，才1月初而已，怎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变化呢？我们今天有特别请到的是最寿星，我们的寿星是委员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呢。进入到主题之前呢，今天跟各位讲一下，来，委员你再站过来一点。是，谢谢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特别准备一个小蛋糕，哎，你今天生日哎，然后特别把还把我被我抓来这边。是。有没有什么话跟网友说？谢谢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刚好是生日，敬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你吃草莓吧？吃，当然吃。好好，现在网友赶快帮我刷一排，祝委员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 ！好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聊完你再带回去，好不好 ？OK 謝謝哦，你可以吃哈。好好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啦。刚刚有特别强调，就猪肉的问题，就你的观察，现在上涨20%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？当然不正常，非常的不正常。那农委会说，陈吉仲说，过年还有20天左右。从过去的比较，其实这个时候价格不应该涨高达20%之多。希望农委会讲是到底实情在哪里，恐怕必须跟民众还有全国的消费者讲清楚、说明白。而且他现在是直接推给说什么是季节性、春节季节性的一些需求，所以导致这个价格有所波动。但我们现在也才1月这时间啊，这个农委会的说法会不会太牵强了？对，农委会的说法太牵强，也太夸张了。因为真正过年恐怕要前一个礼拜，过年前一个礼拜那时候会是高峰，因为很少人把买的肉把它冻起来，冻了就不新鲜嘛。那现在离过年前除夕还有相当长的时间，还超过20天左右，我觉得他说法不具说服力。对，尤其不具说服力的说法，是因为现在哇，莱猪进口了，跟之前的这些同期相比的话，最大的一个变化点就是莱猪嘛，莱猪进口台湾啦。那么现在，尤其又在不标示莱剂的状况之下呢，民众的心里当然会觉得恐慌，也就是失去了这个调节的效果。没有错，尤其现在的民众。尤其是猪肉的再制品，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香肠啊、贡丸啊、蚂蚱啊，那这些到底以后它的来源是国产猪？国产猪没有问题，品质很好，大家都很有信心。但是你无法标示，也不标示，那到时候尤其是肉品的制造商高达13万家、哦，那不管是卫福部也好，农委会也好，他们会做好宣传，做好相关标示，但是要问农委会。跟卫生部口罩，你看你文业你戴口罩，国内的口罩国家队80几家都管不好，所以哪有可能80几家都管不好？你怎么可能13万家的肉品在制上会管得好？他连他们讲都没有信心，我更是不相信。对，他们现在这么强势的进口，但是相关的配套根本就没有做完善，根本就没有做好一定要的一些准备，所以搞的地方啊，还有业者都很混乱嘛。那现在。国民党的这个反莱猪的联署状况怎么样了？不错，谢谢全国的民众非常支持，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自己的健康，所以呼吁大家一起来联署。尤其是其实他现在已经强行通过，但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，你至少要把进口商每个月公布，让民众知道进口的莱猪的走向，他们也不愿意做，真的超级夸张。所以唯一可行的方式，拜托大家一起来联署。能够假设联署共同通过，至少可以挡得住，不要让莱猪继续进来危害全民的健康。对，
直接让莱猪元年变成莱猪末年，好不好？尤其其实刚开始连锁的时候，大家签的速度很快，但是呢，到最近这几天好像那个速度有慢慢的下降了。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记，3月26号以前都可以赶快呢，趁这几天呢有时间就赶快的去连锁，好吗？那连锁之后呢，其实8月28号就可以，如果可以成功达标的话，就可以投票了嘛。没错，投票通过之后呢，那可以把这些莱猪组织境内，那。境外，那到时候可以确保全民健康，尤其我们下一代的健康，大家一起来努力，一起来确保。好，一起来努力。好，謝謝委员，委员，等一下别走，来蛋糕给你带回去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！刚刚很多网友啊都在刷了一排生日快乐，跟网友说一下谢谢。谢谢，谢谢网友，谢谢你们大家的努力，大家一起来，也祝大家天天快乐，天天快心。好，谢谢，祝你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。啊、好，你等一下吃掉，我等一下，汤匙在这边。好，来给你，谢谢啊，给你，给你，起来灯的、哦。哇，谢谢，谢谢委员。好，我们继续跟网友谈到就是莱猪的问题。刚刚委员有特别强调，大家要记得赶快能连署的话就赶快。抓紧脚步去连锁，现在呢，不要过了时间才想到啊，当初怎么没有赶快去？所以要赶快把握的时间了。尤其啊，现在啊，其实莱猪进口之后造成纷乱很多，尤其包括了价格的部分，连农委会呢都说不清楚，甚至在推给了春节的供需所需。但是其实现在才1月，用这个理由未免是有一点点太牵强了。